今天是你生日哎，对，好，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蛋糕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芝宝他之前自己挑的生日礼物哦，小朵莉医护组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这个小朵莉他怎么了呢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吧。我们把小朵莉拿出来啊。爸爸。哇。啊，你的头啊，你的头被挡住了。还有这个。哇，这个是医生的那个道具耶。小朵莉出来了，她好可怜哦！你看她躺在这边，因为她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来看医生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们来看这医护组啊，有什么东西呢？这是一个看诊的那个帽子哦，它上面还有一个大镜子。爸爸。然后这个是医药箱，医药箱里面有很多东西，小卡片。这个是药哦。小药片、药丸，然后这个有一个小小的碟子啊，这个是等一下医生开药的时候会放在里面给小朵莉吃的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的一个那个绷带的盒子，放绷带用的盒子。芝宝这边还有带一个听诊器耶，芝宝，你的听诊器耶。这听诊器啊，前面啊，它这个是有症状的那个状态哦。然后这边呢、啊，只要按一下，按一下，它就会换，它就会换一个。所以等一下，芝宝可以帮我们小朵莉看看到底它是什么症状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体温计，体温计啊，碰一下，也会换，就会知道它现在几度了。好，航航手上拿的是注射筒，注射筒哦。等一下，我们看医生会不会给小朵莉开针呢？然后这个是药瓶，小药瓶哦，很可爱耶，兔兔耳朵，然后还有草莓口味的吧，这是草莓口味的。这里还有医护床哎，这个床哦。它不是只有平躺，它的功能，它这边还有一个小花朵，转转转，它这个就会撑起来咯，很棒的一个医务床哎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今天小朵莉怎么了吧。呜、哦，我好像生病了，我戴了口罩，不知道我怎么了，我要赶快去找芝宝医生看看咯。医生，我很不舒服。嗯，那我要怎么办？先上去病床躺躺。好，那你帮我量一下，我的心跳有正常吗？咚咚。要吃药啊？那你可以帮我们开药吗？
了。那我需要打针吗？量个体温吧，看看现在有发烧还是没有？有吗？有哦，一点点是不是？有一点点害羞。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多休息吗？好，那还要再听一下吗？要给我发药吃是不是？动现在生病会不会好得快一点？会啊。嗯。你可以先戴口罩了。好，再把他口罩戴上去。好 ，OK， 不了。乔治姐弟他们来看医生，因为乔治说他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所以佩奇就带乔治来看芝宝医生这边，可不可以帮乔治找出来有什么问题，好不好？好。医生，我身体不舒服，可以帮我看个病吗？弟弟，你怎么了？躺好啊，你摔下来嘞。来，躺好。弟弟，这里是毛茸茸的地方。好。医生，帮乔治看看他怎么了，好不好？看看。来。看看。哦，他怎么了？这个是什么症状，医生？医生，这什么症状？草莓啊。草莓啊，好。草莓。好，那可以再帮他量个体温吗？好。医生，他有发烧吗？笑眯笑眯眯，所以他没有发烧，是不是？对。没有发烧。所以他没发烧，他只是身体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也可以吃药看看。好，那。刚刚看这草莓可能是他的肚子痛或者哪里不舒服，那我们现在医生可以帮他开个药。医生，那所以乔治只是要吃药就可以回家了是吗？我是要在家里吃药。哦，要开这么多药啊，有这么多药要吃哦。有爱心的。有小熊对不对？还有小兔兔的药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医生谢谢你，那我就带乔治回家了。好。谢谢医生，那我们一起跟医生说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医生，拜拜。
哇，妈妈切这么大一块啊，对半切。先对半切。哇，好多水果。对呀、啊，然后还有一个马卡龙在这边，真香哎！吃吧，你先吃吧。嗯，这是爸爸的。好，谢谢。妈妈要吃吗？妈妈要吃吗？吃了，妈妈最大块，不小心，还有一个马卡龙，哇，谢谢之宝，拜拜。